讲我们吃外婆菜炒五花肉面条。这个外婆菜是冲出他们家的，今天是618，9.9给姐妹们发5包，平时是3包的，而且数量有限，到今晚上12点就结束了，姐妹们抓紧手速哦。他们家的外婆菜是真的比较好吃，你们到家不用洗，拿来炒鸡蛋、炒肉末，或者是炒毛豆或者炒辣椒都可以，炒炒饭也行，不需要洗。炒的时候放点蚝油，生抽一点点酱油就可以了。我今天是炒的五花肉，太香了。炒的时候稍微多炒一把火，把它炒干一点点。姐妹们开饭，今天我们吃外婆菜炒辣椒，还有一个炒鸡杂，还有一个虎皮辣椒。
这个是冲出他们家的外婆菜，今天是618嘛，然后他们家做了活动，平时9.9块发3包，今天是9.9块发5包，到今天晚上12点就结束了。到家无需洗，可以炒辣椒、炒肉末、炒鸡蛋、炒炒饭都可以，不需要放盐哈，放点蚝油、生抽、一点点酱油就可以了。下饭。外婆菜还有几个小时，姐妹们抓紧手速。这是啥？而且它这个库存没有多少，一般到不了晚上12点就给炒没了。放一边。这是炒的毛豆，今天我们吃外婆菜炒鸡蛋炒饭，还有个火腿。今天这个冲厨外婆菜是活动啊，只限618一天，而且晚上12点结束。平时9.9发3包，今天下单是发5包哟。然后到家不用洗，拿来炒炒饭、炒肉末、炒鸡蛋都可以。
炒的时候放点点蚝油，一点点生抽就可以了，不用放盐。平时不知道吃啥，拿一袋炒个炒饭。太香了，外婆菜不是辣的，喜欢吃辣的炒辣的。拜拜。